今日宴会厅高频满座，有近200位官员和议员出席我们立法会龙年的春茗。今日就是2月23日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我们的议员一听见23呢就会很兴奋。23呢亦都是邓炳强局长着件球衣来的，去年他穿了23的球衣就打赢了我们立法会的足球队，是长期未试过的。那又赢呢，是赢了2-3，那又是23。那我呢就是很相信呢23呢就一定是我们今年香港的 lucky number。这个呢就一定令到我们呢今年的经济迅速发展，市民安居乐业。上升我们恭请香港特别行政区。